正言上人有一个理想，希望能将佛法在这世间弘传开来，让人人都能接受到佛法清泉的滋润，洗涤身心，使生命从黑暗转变为光明。整个地球啊，已经慢慢的变成了有慈济人的足迹，能不能把有慈济人足迹的地方，就让它变成了一亩一亩的良田，福田一方啊，要天下三世，新年万里照慈济世界。对呀、啊，但愿这个心莲呢，能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朵心莲，让人人的心啊，莲花朵朵开，让我们这个世间地球变成了一个最美丽的莲花世界。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经历过从一个平凡普通的生活转变为进入宗教信仰的生命，在心中从此有了依靠，为人处事从此有了宗旨与方向。这个转变的过程在佛教里称之为皈依。什么是皈依呢？上人在对即将受证的慈诚委员开示之中，每每提及皈依，都以反黑归白作为解释。中国字啊，写皈依两个字很奥妙。皈在中国字呢，是一个白，旁边又一个反啊，这一个字呢，就会叫做归。这个归呢，意思就是说反黑归白。黑就是黑暗，在佛教的名称呢叫做无明。无明啊，就是心不懂的道理，他不懂得人生的这个道路应该何去何从，怎么行人生的道路，往往都会迷茫，往往心会乱，就是因为呢贪嗔痴，所以乱了我们的心。那么这叫做黑暗的人生。从现在开始找一个宗教的方向，那从今天开始，他的心中有一个方向，而且清清楚楚的一条道路，人生的道路，那是光明的，那是清白的。所以呢叫做归，就是反黑归白，这叫做归。所以过去的有造的恶，那么今天开始舍掉了，反过来了，就是行善。不只是呢行动上要行善呐、啊，就是呢内心里时时刻刻要去除烦恼哦，这都是我们从今以后众善奉行。
知恶莫作，那就是归的意思。一呢，一就是人离不开的规矩啊，就亲像咱人呢，人会体痛啊，就是啊，爱穿衫嘛。啊，什么叫体痛？廉耻啦，吼、哦，维持人的尊严就是廉耻，离开礼仪廉耻就没有人的格了啦。所以人，我们要所要依靠的，哦、所以呢，人的依呀、啊。做一个哈，那就是皈依的依啦，就是要佛陀说啊，人格成佛格才能成啊，所以哈，人格那行啊，佛格都行啊，那师父嘛爱甲大家人讲哦，啊人那圆书都圆啊，书圆力都圆，同款的意思啦，就是人格要圆满，我们要做一个很圆满的人格。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人生，现在呢已经返黑归白了，重修我们的人生，所以重修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的人格在这个时候都要好好的让它圆。总而言之呢，这规矩我们人生啊不能脱离了做人的规矩啊，常干呢咱生活吼，待人接物的这个礼仪廉耻、礼义廉耻吼，那我们人的体痛呢，真的呢要照顾吼，啊，这个在皈依啦吼。根据佛教的经典上记载，皈依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有着极大的功德，能够灭除无量的罪障，甚至超越生死轮回的痛苦，人生从此翻转了过来。《舍波罗蜜多论》以大海水作为比喻，皈依浮有色，三界气犹狭，如大海水藏，非握能测量。皈依的福报，如果有形有量的话，以三千大千世界作为容器来盛装，都还嫌太狭小。如果三千大千世界就像手掌一握的大小一样，那么皈依的福就等于是大海蕴藏的水量那样的多。既然皈依的福报那么大，为什么一般人在皈依之后却没有什么感觉呢？那往往是因为对于皈依不够至诚恳切，未能全心全意去改变自己的生命。进入慈济20年的资深委员周明雪，回顾自己从以前到现在对于皈依的体会，就有着层次不同的感受。记得我当时还没有进慈济以前，我对于皈依两个字，就是一般我们传统的，就是它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好，它在我的认知上它只是一个仪式。那我进来慈济的时候，我听到上人说皈依就是由黑还白，我觉得我内心很有共鸣。那到现在来，我觉得是有一种使命感的，如今我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它是一种使命感，一种好像归命一切三世诸佛，我觉得那种完全的依赖依靠，就好像说阿兰尊者他对佛陀的依靠依赖信赖，就是说纵使须弥山倒了，他也相信佛陀所讲的话。好，那我觉得我们对于佛陀对于上人的所有的教化，也是这一种非常的坚定，就是说他讲的就对，他就是没有错，那我就是去依赖归命，
三世诸佛，包括三人的所有的教化。那我觉得那个对我有一种很笃定的方向。那我们都是不断累世累劫一直在修持，这辈子纵使我已经走到尽端，可能我还有很多不断要成长，不断要弥补要自觉的部分，但是我不会害怕跟恐惧，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归命，一切三世诸佛我皈依在上人的座下，我有一个导航师在引导我，我相信我这辈子没修好，下辈子还会继续去修持。所以那种坚定累世累劫的皈依皈命，已经是一种使命跟责任，那种完全的信赖。上人对于皈依的重视，可从他自身的皈依上面看出来。1963年3月，当上人赶赴台北灵济寺参加三坛大戒的时候，因为没有剃度的师父而不能登记受戒，当时上人宁可放弃受戒返回花莲，也不愿意随便找一位师父皈依。我要去受戒的时候被赶出来，因为我没有师父，所以我想那这样子呢，要找一个师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呢，找一个师父呢，就是心灵的归向嘛。一般的女孩子呢，出嫁就是身体生命中的归处，要皈依呢是心灵中的归处，所以呢，师父就是要真正的领引着我下了这一条呢正确的大道去方向走，要正确，因为呢我要找一个真正的引领着我的师父，所以我宁愿呢离开戒场，不过我回去我要完成一个心愿，我要请一部小藏经回去。那这个小藏经呢，当初就是太虚大师的专辑，所以他称为我们佛教的小藏经。我想要把这一部呢小藏经啊，请回花莲，好好来研读了以后呢，有了因缘呐，找到了心中的师父，才再来受戒吧。刚好导师在。应顺导师在，我听到了上应下顺。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呢一震，因为我看过他一本书《佛法概论》过，我看过啦，我也常常听过啦。一位很纯的法师，那我就提起了能不能在导师的座下皈依。刚好呢，导师从里面出来了，他看看我就点点头啦，那就这样子呢，招个手，我就赶快去了。那导师就跟我说：“你我师徒的因缘很殊胜，没有什么时间，你还要再进戒场，现在还可以来得及。那么记得，既然出家。”要为佛教为众生，就这样，我就那个时候我从内心的好像真正的人说啊，刻骨铭心啊，是真正的那几句话几个字呢就深深的刻入了我的心板中。那个时候我叩头，我就心里自己发愿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我这一生中的修行方向。上人皈依在上印下顺导师座下之后，近50年来秉持着为佛教为众生的修行方向，一刻也不曾动摇。上人的生命也从皈依以后开始转变，如今影响了全球千千万万的人，这就是全心全意皈依的力量。在慈济，皈依的仪式相当简单，
但是皈依的内涵却极为深远。上人期许所有皈依的弟子都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当每一位慈济人的这一念心与师父的心贴近的时候，发愿行菩萨道，救度众生，那就是虔诚皈依的时刻。常常跟大家说，慈济是佛教的团体，佛陀的教诲，我们要依教奉行。佛陀的道理啊，它没有局限在你一定要信佛教啊，你不一定都是佛教徒，但是呢，期待人人要有一个佛心。佛是觉悟的意思啊，觉。什么叫做觉悟？就是把人生啊、为人的道理呀、啊，那这我们要能体会到什么叫做道，什么叫做理。佛陀来人间呢、啊，讲经，凡是慈济人都已经了很清楚，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所以佛陀来讲经，就是要跟我们提起这种人间道。那道就是路啊，要教导我们呐、啊，如何能懂得走入了这一条的道路，而且也要告诉大家，这一条道路是很直、很广、很平坦，那就是菩提大道顶。好，佛教不只是局限在佛教徒这种的名称，是应该要把它开放开来，不管回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宗教徒，都是呢信仰共同的面向的慈济大爱啊，投入人群去付出，这就是人生呢康庄大道菩萨的菩提道。慈哈菩提多大不地哈，所以呢这一条路啊是人人可以一起进的，同时的付出。佛法中提及的皈依，主要是归头依靠佛、法、僧三宝，因此称为三皈依，也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是向来都是说，既然是慈济人，那人人都是以皈依的，然后心呢有敬师的情形道嘛，那么行呢就已经呢走入了慈济宗门啦，走出到了人群中去了，所以呢这不都是呢师父会得住吗？所以我都无真有这个自注重在这样的皈依仪式。不过呢还是要跟你们说，虽然我们要注重心灵啦的皈依，不过呢也要了解一下哈。从今仔日开始，自就是自今仔日这个时刻开始，我的心呢已经翻乌归白哈。过去不管安怎的错误，拢是过去啦，昨日已逝啦。
今日重生啦，吼。过去有烦恼，从此开始就把它呢一扫而空。我们现在开始呢，所有一切的善法要入心来，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所归向的、依靠的，就是佛。佛陀呢，就是觉悟的人哦，那叫做大觉者，他所觉悟的呢，那就是宇宙间的物理、生理、心理，那三理四相呢，无不都是呢，在这一位大觉者的智慧中呢，我们要学习佛陀，依靠佛陀的智慧呢，让我们呢更能清楚，更能理解，就不会在人生道上呢慌哦，那惶恐哦，不知何去何从。我们有一个明显的道路啊，走起来呢就会很自在，所以叫做皈依佛，就是依靠的大觉者来导引着我们的道路。安尼叫做皈依分，因为咱家己皈依，咱阿哥都爱去度其他的人，所以才叫做讲同源众生。我今仔日皈依，我皈依了后，我阁发愿，其他的人同源众生，其他的人，我嘛要甲伊度入来，好好呢。翻恶归背，哈，弃恶众生，这都是啊，同源众生。按怎体解大道呢？咱会当通去体会，体会佛陀心灵的世界。所以师父常常会甲大家人讲：佛心为基心哦，就是啦，就是咱原来是凡夫心，咱今嘛呢？真正爱用心嘛，去体会佛陀伊个心灵个世界。佛陀个心灵世界呢，就是啊，心包太虚两洲三界，普天海众生呢，无我无爱，这种呢开大个心，对所有个众生爱包容。爱善解，这种开大的心，这呢就是佛陀的心灵世界，去疼爱一切的物、人、与物的命吼，这就是皈依佛。皈依佛呢，就是体会佛陀心灵世界吼，就是佛心与机心。用伊个智慧，伊个智慧呢，已经将宇宙万物真理呀，用入伫伊个智慧，将伊个智慧呢，心灵个智慧，搁再甲大家人分享。这句句真理啊，那这每一项。都是妙法，所以咱爱去体会佛陀的智慧。其实智慧呢，就是爱从人事物中来。咱若无法度通去体会人甲人的这个彼此互相的对待啦，那咱都无法度通去了解呢其他的道理。所以呢，咱要好好将佛陀所讲的教法，咱来去体会。
啊，不过千经万论要对多位啊开始呢？其实经典呐、啊，就是佛陀呢对众生对机祷告。迄当阵的众生，迄当阵的社会，迄当阵的人的根基，伊所讲的话，啊，不过，伊是伫印度讲的话呢，无一定安尼句句字字呢，拢总是伫经的，甲经典完全拢同款。其实这经典呢，是从佛陀的智慧呢，啊，用咱人的了解安尼去。去体会啊，去翻译回来。哎，不过呢，咱现在就是伫人中去体会，做中学，学中干，吼、哦，这都是爱去做。做了后，会当通印证佛陀呢，伊所讲的慈悲喜舍这四大字啦。咱安怎样去体会？啊，就是伫这个法讲了后。咱在做中去体会，啊，这叫做皈依法。这个法，我们但愿众生呢深入经藏。经藏在哪里啊？难道你们今天开始回去呢，都要把所有的经藏翻翻回来您处理吗？其实呢，经藏啊，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部大藏经哦。你们在我的身上也可以得到了许多的人生的启发，我在你们的身上啊，也得到了无数无量的经藏，都在我的脑海中啊。所以呢，经藏呢，就是在人世间人事物的道理，这都是经藏哦。所以呢，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爱用心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清净，去力行佛陀伊的教育，则将佛陀的教育呢，再搁再回馈予众生。所以经是咱的模范，佛陀伊的一生的弘宗，就是啊，出家的书家，安尼呢一路追随行过来。下宗教师当然啦，咱爱尊重吼。那其实唔只是干那出家人，咱家己嘛是同款呐。佛陀呢有讲自性三宝，其实人人呢，家己心中有佛啦，人人呢自我有智慧，因为佛陀呢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凡无见，在性无假，就是讲这个智慧呢，在凡夫其实呢，智慧无损失去，只是咱平时呢会失去啦，安尼卖掉了咱的智慧，智慧呢原来还搁伫咧，咱那是会当在平常的生活中，把这失去改掉啦，那么。这个智慧呢，自然伊就会搁再发挥了伊的功能。智慧就是无污染、无私我、无自私，就是啊，把你的爱会当通安尼赤裸裸去付出，这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功能。
所以咱学佛啊，就是需要呢，对啊，在佛陀的心灵的世界，咱去体会佛陀所讲的教法，咱去实行。那么，在净科所引导的呢，那咱来依教。所以，咱每一个人都有佛的本性，每一个人都到佛平等的智慧。尊重咱人人呢，有自性佛、自性法、自性精吼，唔只是师父会当头来通理大众机心呢，恁人人呢，家家心会清净，无私的爱、大爱呢，同款呢，咱嘛会当头通理大众，这叫做以心作则，用咱的规矩来感动别人，这嘛是同款呢，伫咧通理。那哪一旦安尼啦，要来度人呢，都无障碍啦。河南圣众的河南的意思就是敬敬重、敬重、敬重。人人是佛，人人是菩萨，所以一句话讲，用佛心看人，人人拢是佛啦，对唔对呢？所以河南圣众就是讲，我时时面对每一个人，伊拢总是圣人。用面对圣人的心来敬重人人。在咱这个所在皈依，记着佛心为基心，用佛陀的大慈悲心换咱的凡夫心。从今仔日开始，咱的凡夫心要给换掉去，换成了呢。大慈大悲的佛心，从今仔日开始，都是要做师父的弟子。以师子为基子，师父立志呢，是伫娑婆世界度尽众生。我唔敢要去个地狱，我要到娑婆世界吼。啊，伫个娑婆世界呢，来净化人心啊。那么，地藏菩萨呢？咱对地狱门甲爬起来吼，那么伊才度会完啦。所以咱爱合作，甲地藏菩萨合作吼，咱卖互众生作业，伊就袂走落去地狱。那么地藏菩萨呢，就早日会当好度尽众生。安尼呢，这世界都是净土，三毒苦难都会当好消除。所以师父是发安的愿，所以讲志都是愿，莫惊着吼。不过呢，随分随力啦吼。啊，但是要阁甲恁加强一句，爱尽心尽力吼，好吧？但愿咱大家人爱合心、和气、和爱。对于一个虔诚的信仰者来说，皈依不仅只是一个仪式，而是时时刻刻都要提起皈依的心，乃至生生世世都以此为归头的方向，也因此生命才会由于皈依而有所转变。所以皈依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仪式结束以后，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该做些什么，以及该怎么做。上人开示我们，皈依就是反黑归白，因此每一位皈依的净思弟子、慈济人都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并从修改习气开始下手。林建成师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到皈依，我家己一直忏悔，我都刚才要讲，我都唔敢讲，因为讲咱皈依做拢足侪拢是唔对的啦。啊！但是唔对，拢当作是对，你知无？到27岁时，我就五指登科了，给我是做美发材料的事业。
但是迄阵生意真好做，因为赚钱真紧。过一段时间了，我就开始去做大卖，但是迄阵的交配应酬都无同。因爱杯人陪泡麻将，爱啉的人陪啉，爱创钱阿咱就陪创钱。过去脾气暴躁的林建成，在外面吃喝嫖赌样样来，回到家就对妻儿拳脚相向，孩子们都很怕他。因为咱会怕母啊，会怕惊，烧酒恁啉转来，囡仔大家拢走到无看人，知影老爸转来啊，我好听到车声转来，就开始困的困，拢滚起来，滚起来啊。哦，阿母就等等啊，阿姨若讲你，阿恁若惊，我零花钱还转来，阿就伊就讲。哎呀，出去哦！这边都我来讲，我甲你讲做工吼，转来半暝转来，我甲讲吼，你莫搁做啊，好啊，大暝莫做啊，你免做甲遐辛苦。我讲我含缀你食袂结配菜脯，我甘愿。好，我歹呢，抓走走花椒配菜脯全部。啊，规日拢莫做啦，收收起来啦，拢太太死好啊啦，拢莫做。林建成的暴躁脾气不只是对家人而已，对于陌生人。只要妨碍到他的，照样拳头伺候。较早落的拢是我开的哩，哎呀，我键盘拢我开，人袂当挡在我头前。较早去脾气真的是有够歹歹歹。好，我今仔日哦，啊一个啊，互我占计。我讲哈是安怎？伊讲啊，你看，敢那旧咧锁的就够慢的，啊伊就怎啊落车，啊门甲开开就甲冧落去啊。结果人还是在吃胖，那个人一定莫名其妙说我你是给他占安怎。后来事业遇上危机，林建成灰心丧志，全靠妻儿撑起。此时却又发现自己罹患大肠癌。因为承担住这了，将讲，而且感谢因果的关系，因为我做兵的时阵，咱少年嘛，看到蛇啊就怕，讲是不是因为那蛇嘛，敢那像咱肠啊安尼一条长长嘛，啊怕死遐侪蛇，什么来咱这个。报应来在咱随时现报在我身上。此时林建成进入慈济，开始知道是非对错，决定痛改前非，吃起长斋。这时培训要吃长斋的时阵，我妈妈就甲我讲：“哎呦，你这少年在咧吃素，啊，那身体这亏多，我身体这歹，唔知爱吃较好的来补啊，安怎？”啊，我甲我妈妈讲哦，我从少年到今啊吼。所会食的物件，所谓天杯海兽的路径，什么物件咱唔捌食过？啊，像您讲，咱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啊，既然咱是安尼啊，咱何必过来明灾啊？要过来还？除了吃素以外，脾气也改了，对于孩子们不再打骂，反而时常也爱心关怀。爱换脚，爱换面。较早其实，因为咱做大汉的吼，常常去用讲啦。做对也是拍咱，啊做唔对嘛是拍咱，啊佫袂甲咱讲是安怎，啊佮即摆因入来做事了后，规个转变，因要做甚物工作，拢甲咱讨论啊，甲咱体贴，讲啊是毋是你足辛苦啊，啊所以你会感觉，互囡仔，阮遮个囡仔会感觉讲，哦，若会当对爸爸安尼行做事，啊做遮对个代志是足好个。林建成的改变影响了家里的成员，孩子们都跟随爸爸一同去做环保，亲子和睦相处。现在太太与次子都已是慈济委员，三子与幺儿也都进入了培训阶段，这就是一个人虔诚皈依之后改习气反黑归白，进而让自己与家人的生命从此转变的最好例证。皈依的心量必须恒久如一，不能稍有动摇，困顿时亦如是，顺境时亦如是，病痛交加、生死交关的时候，更是要提起皈依的心。郭美君师姐进入慈济13年，一直秉持佛心施治的精神努力付出，但5年前却发现罹患胰脏癌，被医院安排紧急开刀。我那时候还穿着制服啊，所以医院就安排就当场就留下来住院。那住院以后就隔几天就安排开刀。躺在开刀房的时候，我也告诉我自己，今天不管是我离开人世，或者我还留下来在人间，但是我的心还是，我就告诉自己，
我把身体就交给大医王，我把心交给上人，那一切由老天爷安排。那这个就是我心中所说的皈依，我已经是皈依上人，我就是他的弟子。因为我感觉说上人还在人世间，他还需要很多弟子来扶其劳。那我一直想说我能做什么呢？我可以帮上人做什么？那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应该还可以为上人服务，所以我自己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毅力。那这份爱是给我一个加油的力量，所以我就一直想给自己机会，说我如果我可以再服务的话，我身体恢复起来的话，我还可以愿意在慈济里面服务。康复后的郭美君果然医院继续投入慈济置业，如今谈起自己始终不变的皈依心情，只有四个字：佛心施治。以佛心为己心哦，既然我是一个宗教有信仰的人，那我心中有佛，我就发觉佛在我心中，那我要对我自己负责。那我对佛自己负责，就像十戒里面上人讲十戒一样嘛，哈。所以他在我心中就像上人啊说的话一样，那我就要以我左肩扛着一个佛家的如来的置业，然后右肩要担起上人的一个己志啊，要胸前要挂自己的气质跟形象。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就会很把持我这个该所有的规矩的部分，所以我把慈济人当的一个是不再是郭美君三个字，我本身就是慈济人。走在慈济菩萨道上这么多年，又经历一场病痛的过程，郭美君修改了自己过往的许多习气，人生变得更顺遂，家庭变得更和乐。这个我深深体会到，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外面啊听到大家讲说慈济人只修福不修慧，那这倒是让我感觉到其实慈济人都在修慧。那这个慧的部分啊，如果我没有做慈济在人群中去互动的话，我也没办法开启我的智慧，我也没办法去反光智照。原来以前的错都是在我的眼睛一直向外看，一只手一直指着别人的时候，我看不到自己，我好多的缺点。那我现在看到我自己，原来我的任性跟我的缺点是影响到别人的心态，那我已经知道了。那这不就是智慧吗？智慧一直在改变我，我一直在成长。那我改变这么多，我以前的不顺，我现在变成很顺。我以前的气势很强，我现在变成很柔，那就是我整个的改变。慈济人的皈依就是如此，反观自照，看到自己的习气，进而勇敢修正，一心一意皈依三宝，皈依上人，并且发愿生生世世走在这条菩萨道上，自觉觉他，直到究竟圆满。一心皈命十方三世诸佛的那个感觉，就好像我们这一次经藏里面不是有唱诵到诸佛三身呼唤，我觉得诸佛菩萨他们一直在守护着所有的一切众生，只是众生迷茫尘垢太重，远离了诸佛菩萨。可是如果你愿意呼唤诸佛菩萨，其实就在你的身边。所以当我们在这一次水唱唱诵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共鸣，觉得说我们都大声来唱吧，一直唱一唱，唱到诸佛菩萨三世诸佛都会听到。因为唱到我们的八四田里面，进入我们的八四田里面，当我们下辈子再来的时候，一接触那个经文马上又觉醒过来。当这世间每一个人都能虔诚皈依，反黑归白，弃恶从善，我们就能共同创造一个人间净土，在这娑婆世界开出一片片美丽的心莲花海。学佛者，尤其是慈济人，对这一念心，
我还是要很诚恳地跟各位说，但愿我们的结缘不是短暂的，我期待的你我是生生世世的，我期待着我们永远都是菩萨道上的好伴侣。我常常都会听到很多的慈济人都说，我要爱师父，我生生世世都要追随师父，我都很感动。这不就是这一份的爱吗？这是生生世世爱的证明啊。假如你我在过去生中没有这份缘的话，为什么你只要说真言法师慈济，你们就会相信呢？这不就是缘吗？没错，是缘。我们累生累世呢，我们已经结好了这份缘，期待着大家记得把心照顾好，把师父放在你们的心里。但愿我天天都跟你们在一起，所以期待着你们的心要关照好。虽然呢，关心无常，但是呢，只要大家好好的自我警惕，师父永远在你的心中，慈济永远都是你们的道路，那不就是恒常的心吗？所以各位，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好这一内心啊。正言法师菩提心要三月，三月三日至为人文人，三月十日从樱花飘落到向日葵绽放，三月十七日素食最前线，三月二十四日女子大丈夫，三月三十一日以孝传家天下归善。正言法师菩提心要每周六下午5点播出。